梦就像一面镜子，能够映照出人心的裂痕之处。渐入磐石之人也会绝望崩溃。这两天死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是妖邪作祟把人困在噩梦中，活活吓死了。那这个妖可不好对付，姬妖司当全力以赴侦破此案。我们需要挑选一支冲锋陷阵的精锐部队。空梦术一旦施展，无人可解，没死可破。重要逃亡引荐的罪魁祸首，他天生具有控梦的妖力。赵元昭，别以为你有了凡人名字就真的是人了。文香，我本就是汲取天地力气而生的大妖，只是在某些特定时刻我会控制不住力气。在梦里没有悔恨，没有恐惧，没有孤独，也没有痛苦，更不会失去。刚才的梦境不美吗？